他是抓不住。他的毒性大，这是最大的时候。你看这个跳水啊，他这时候是说明他特别生气，特别生气的这个人，对吧？啊，他又最娇气，出水对，他就是，你看不能离开水，他的性子很急，你看。一安三仙都是啥？他们跑得欢，猪肚卖得贵，小小虎妞惹人爱。呀，毛毛都是湿的。稻田堰里找灵感，想要知道来铜陵不得不体验的有趣事儿，请收看本期乡土易安农场来做客。这次我们游走在皖南山水间，镜头捕捉着易安的新鲜影像，不得不说说接下来的精彩事儿。不得不吃的美食一：水里三鲜，抓不住、毒性大和最娇气。再拿高一点。他这个天上的呢，他的野心很足的。你看。先来说说这第一种，果然是不好抓。告大叔家的黄鳝真是滑，越是着急越是抓不住，浑身有粘液只是原因之一，更说明了他们充满野性，活力十足。把它折腾的差不多了，要不然是抓不住的。它这个野性很足的，这个黄鳝，对，这个黄鳝大。大呀，肥不肥？还好。它咬人是不是？咬得疼不疼？疼。必须拿那个手那样扣着。对对对对。这也是你抓黄鳝的这个好办法，对对对，是吗？普通人抓不住，他一般都吃什么？里面小杂虫、小鱼、小鱼苗，走个上面上口啊。这个是大吃了大凉的。凉的是吗？金刚黄鳝它是这样的，观测度很高，它眼睛呐都是很吃亮的。他这个抓的时候刚开始还咬人呢，这证明就是很健康的一种。他这个样的这个瘦些，整个的市场上还容易卖些，因为肥的话他肚子里的东西要多一点，还要大称一点。铜陵市易安区在长江中下游，紧邻皖江，这里水系发达，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因为农耕历史悠久，所以像告大叔家这样的特色养殖农场挺多。上千亩的水塘，夏天种莲藕，冬天还能有黄鳝和泥鳅，一年下来好几百万的收入，腰包可是鼓鼓的。你打算今天怎么做啊？今天红烧。既然是红烧，易安的红烧做法鲜香辣是特点。黄鳝是易安当地餐桌上常见的佳肴，锅里的火焰窜起来，它刺少肉多，鲜嫩味美。找到了童年的那种感觉了，像这些就是很原汁原味的，很新鲜，非常自然的一种味道，这个味道非常的好。我们见识了易安的三鲜之一，滑得抓不住的黄鳝，接下来该说说这第二种了。我今天带你们去看一种呢，园子里面的最毒的一种鱼，它毒性有多大？就像这么一点点，很小的一点点，就可以毒死一头牛。这个水质将近一米深的时候，你看呢，我们的青菜能见底。水要注意啊，它也有时候咬人的。这是这种鱼咬的印子。对，那小鱼就被吃掉，被咬死了，然后就被咬伤了。那么凶啊？对啊。好，你看有这么多。现在就可以，像这样情况就可以抓。哇，好漂亮啊！好漂亮。它身上有这个，有这个斑纹，很漂亮的。你看，这就是您说的有毒的鱼。有毒的鱼，对，它不但是有毒，而且味道特别特别的鲜。是吗？是我们长江三鲜之一的这个。那你现在喂着它，你就不怕它咬死？我们你看，你把它手，不要动它嘴。你看，钱大哥说的有毒的鱼，原来就是它们。别看这些河豚不大，它们可是会变得又圆又大的。对，他自己遇到敌人的时候一种自我防护措施。我们小时候在河里玩的时候，就找到这个，就有时候当小皮球、小乒乓球那个玩。
很好玩的，就是。好多啊！还是金黄色。对。这个就好漂亮，你看。霓虹黄好吗？霓虹。水越来越少，他们那个有的肚子都胀起来了，是不是？嗯。好看，一都是这里面都是什么呀？应该是空气，就是气。气啊。就是气，它不是水。好胖好胖，哇！看这个。果园，你看。哇，这个最大的时候，你看这个小嘴，他这时候是说明他特别生气，特别生气的这个呢，对，特别生气。呀，好不好？每个都七八两重，所以这很漂亮的，你看这一起是很整齐的。卖的话，我们就在60到80左右，收的还是很好的，比一般的水产养殖还是好得多的。此时的河豚胖胖的很可爱，它们也叫气泡鱼。遇到危险时会吸气膨胀，使整个身体呈球状，同时皮肤上的小刺竖起来，这样掠食者就难以吞食，保护了自己。看起来很可爱，这么可爱的鱼可不敢轻易吃，到底怎么回事呢？钱大哥说他们这儿还有一种很娇气的鱼，为啥这么说呢？这种鱼是最娇气的一种鱼，是不能出水，一出水就是，像这样，不能离水，两条这里。来，哦，你看，它这个现在是不能出水是吗？对对对。哦，出水了然后就。出水对，它就死、哦。你看，不能离水。它的性质很急，你看这蹦、你看，你看，它在水里面失踪24小时以后呢，它不停。对。停，那如果停了呢？它停了就是说明它自己不健康了。停了就死了是吧？对，它不健康的一种表。它这个鱼鳞很鲜的，就是吃的时候，哎，必须得有鱼鳞。有鱼鳞，对，你看很漂亮，你看这么大。现在讲在长江里面应该是最贵的鱼之一了。我们这边卖300一斤的，就是我们这在十几到20岁的时候，那时候像这种鱼，那时候十几块钱一斤都是一个月半个月工资的，就是一个价格。石鱼被誉为江南水中珍品，和河豚、刀鱼一起被誉为长江三鲜。野生石鱼很少见了。养殖的石鱼供不应求，经济效益也很好。现在它刚起水，你看它马上的精神头就没有刚才那个足了。为什么要放冰啊？放冰我是保鲜的，让它套起来。是为了保持那个鱼鳞的完整，彻底的就是给它冻结起来，它新鲜度会更好。然后到人家的时候就刚起水一样，差不多。石鱼鱼肉细嫩，烹调时不去鱼鳞，鲜美诱人。不过让人头疼的是，它的刺多得让人不知从何下口。也许这就是美味给人们留下的遗憾吧。相比较刺多，河豚的毒给食客们带来的挑战更大。这是鱼的肝，这个我们要留下，鱼肠子不要了，还有鱼胆，它的眼睛、嘴巴，还有鱼的鳍，都会被处理掉。河豚的眼睛也有毒，特别毒。还有它的嘴唇。也特别有毒。对，缸里的筋，的血，全部要处理干净才能食用。厨师，从杀，到烧到上桌，都是一个人，才能确保这个河豚这个的安全性。而且上桌的时候他还先吃。每次河豚都是你自己先吃吗？对呀、真的？那你害不害怕？有个小窍门。怎么什么小窍门？河豚毒素毒性大，所以民间有冒死吃河豚的说法。但是食客们的智慧是无穷的，冲去血液，留下不含毒素的肌肉，但是这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师傅说他们还有试验毒性的小妙招。放两粒蒜子，大蒜子一起煮，让它蒜子发白，让它发绿，就可以食用。如果蒜子发绿，这一锅鱼就不能食用。这是上辈留下来的，传下来，所以我们这边吃河豚没事，一直要用这个水，水对，给它冲走，就防止呢有淤血进到肉里面。血液没有流干净，烧的时候就容易吃那个中毒了。粉丝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提升这个河豚的一个鲜味。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河豚是红烧河豚，是红烧。这河豚在师傅的精心处理和烹调下出锅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有胆量长吗？除了养石鱼、河豚，钱大哥还在农场养鸡、种莲藕，还有休闲垂钓等，
所以来到这样的农场做客，美食美景还有美好的心情，田园生活不再是梦想。嗯，我小时候那时候很穷的，家里像果树啊、水果啊、鸡鸭啊都很少很少，像吃一个鸡蛋，家里不来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现在逐步逐步的自己养养鱼、养养鸡、养养鸭，做一些水果，讲实话一直是我理想中的一个生活，有苦也有乐。他们跑得欢，猪肚卖得贵，小小虎妞惹人爱呀，毛毛都是湿的。稻田堰里找灵感，想要知道来铜陵不得不体验的有趣事儿，请收看本期乡土义安农场来做客。不得不吃的美食二，山里见酱猪，贵猪肚灌肠，杀猪汤。杀猪在农村很常见，不过今天杀的猪可不是一般的猪。150斤左右，150斤，三年多，为啥长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吃野生的东西，它长得就慢嘛，毛就是硬嘛，刮不动是不是？哎，肉质也是比较硬的。它跟吃的嘴巴呢，跟家猪不一样。嗯，吃的嘴巴哪都有咬劲的。这猪毛能拿去做什么呀？有刷子，可以拿来做刷子。哦，猪毛如此硬，非常难刮。但是老乡说，这毛用处多，能卖个好价钱。白白的猪看起来并不是膘肥体壮的，可是来买的人早就在旁边等候了。就是要把它现在把内脏取出来啊。对。这个骨头不知道，这骨头太嫩嫩了。但是其他猪。都内脏。那个是肝是吗？对。这个是什么？胃。胃啊，对，据说它这里面有个宝贝是什么呀？猪肚子，就是猪胃。猪肚啊，现在把它冲一冲。看，里面是心肺，对了，心和肺啊。现在要把它处理一下，是不是？对，把它处理掉。是一个完整的了。这是完整的。就这个就能卖800块钱啊？大概是。大概有3斤多一点。3斤多一点。这个是中等。中等啊，中等，对，大的有多大？大的大概有4斤多。4斤多，要这个吃了对身体有好处。对，它主要是对胃好。对胃好。我们终于看到了久违的猪肚，和普通猪肚也没啥区别，怎么就那么贵呢？原来肖师傅家的猪不是一般的家猪，它是义安大山里的野猪和家猪杂交的，所以有野猪血统。看看这长嘴健壮的身躯，力气巨大。他们白天进山觅食，山里的野果、树根、昆虫都成了他们的美味，活动量大，所以就是猪里面的运动健将。因为特种野猪吃的食物杂，消化能力强，所以这猪肚在老乡眼中药用价值高，所以卖个好价钱不在话下。这是板油是吗？这板油，对。那这个到时候干嘛？这个就是熬制出来嘛。熬制出来做猪油了。做猪油了，一般的下面条的时候，你上面这不放一点油吗？特别香，它的那个脂肪特别少。脂肪特别少，特别少，因为它是主要野猪嘛，它主要的是运动型。对。第二个，它采食量呢，就是主要的就是谷杂粮为主。它不吃那个精饲料啊，它所以说它就是原生态原状的。它的五花肉啊，1层、2层、3层、4层、5层、6层。看得很清晰的。好剁吗，师傅？这好剁，这些骨头硬的，一年长了嘛。你求那个求那个就不得了，你照可以。年数养得长，猪养得长的，时间长。深红色，带紫色的嘛。它一个根据它那个养殖的年龄段也有关系，时间长短也有关系。这种猪肉瘦肉多，肥肉少，口感筋道，价格贵。是义安老乡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菜肴。做香肠的话要用肥肉吗？里面要带点肥肉，它必须要肥肉跟瘦肉
搭配一下啊，否则它全部是瘦肉，它那个肉就是很紧的啊，没有油腻在里面，它就没有一种润滑。扩大了规模以后呢，父母年纪也长了，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嗯，所以说我们只能自己接手了嘛，自己为自己打工了，不需要在外面奔波的，也正常来讲一个家庭10万8万的吧，农村的他就是这个样，那也很好了哈。啊，应该说在做农业这一块的话，应该说可以的。这种腊肠做起来，还是能勾起儿时的那种回忆。蒸好了以后，你切出来是一片一片，它不会散掉的。再给它扎眼是吗？对，放气。啊。它这样就能收紧一点。灌好了，可以不着急吃，耐放耐储存。不过这些猪血、猪肝可不能放太久，要趁新鲜的时候烹调成美味。这就是咱们招待贵客的杀猪汤。自家一杀猪的时候，嗯，都会做这道菜。热气腾腾的土味杀猪汤，味道鲜美爽滑。香不香？嗯，不好吃。嗯，我不好吃。他是抓不住。他的毒性大。这最大的时候。啊，他这时候是说明他特别生气。特别生气的时候呢。啊。他又最娇气。出水他就你看。不能离开水。他的性子很急，你看。一安三鲜都是啥？他们跑得欢，猪肚卖得贵，小小虎妞惹人爱。呀，毛毛都是湿的。稻田宴里找灵感，想要知道来铜陵不得不体验的有趣事儿，请收看本期乡土易安农场来做客。不得不看的稀奇事儿三：胡管家和他的大宝贝。你要带我们去看什么呀？看了一种萌萌哒，哎，活泼可爱的动物，哎，到底是什么呀？走了就知道了。就要吃那么多才满足它的正常。这一次吃这么多吗？对，我们是中午给它加餐，中午给它加餐，哎，虎妞来了，我们来了，啊，你看好顽皮，你看，走，哎，来。哎，好顽皮，实在太顽皮了啊！我们一进来，他就跟着我们那个跳皮，他挺调皮的。他爱玩是吗？对，贪玩。呀，毛毛都是湿的。嗯。啊，招呼到去。哈，挺，哎，很厉害的。他就喜欢玩那个棍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他怎么贪玩？贪玩的很呐，小动物嘛都贪玩，哎，小老虎都贪玩。他现在劲儿大不大？大，挺大的。大啊。嗯，挺大的。但是他就一直咬那个棍子呀。对，他磨牙嘛。啊，磨牙。和小孩子一样。哦，他也没有别的玩具。对。那哎，虎妞趴下，乖乖乖乖，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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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下来的时候有多大？哎，一斤多重。一斤多呀。嗯，一斤多，两斤多。原来这也是铜陵很有特色的生态养殖农庄。只是养的动物很特别，老虎园的管家说，这共有30多只东北虎，都是给各地动物园繁育的。因为是人工养殖，它们从出生都跟人接触，所以很通人性，脾气秉性各不相同。这只毛色艳丽、体型健硕的大雄虎也是最帅最威风的。管家说最喜欢它，起码600多斤到700斤。嗯，这个虎漂亮的。哎，他觉得他要来强占他的领地，他就发威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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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特别想吃。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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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想吃，你看嘛，哎。他一天要吃多少这个鸡腿啊？一天7-8个。7-8个啊？多少斤肉？至少有12斤。12斤肉。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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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哎。OK， 对，那肯定体型要大一些，公的它体格要健壮一些吧，哎，凶猛一些吧，哎，很威武，兽中之王。那个公老虎，体型跟那个母老虎要大很多，哎。为了
把那个种群扩大嘛，嗯，种群建立起来。我们饲养员付出了很多心血，反正想尽各种办法嘛，就是把那个老虎啊，那个配种这块、繁育这块，嗯，搞上去。哎，有时候做梦都梦见老虎，嗯。为啥做梦梦见老虎？因为一天生活的圈子就在这个范围内嘛，偶尔不见就不习惯，有时候的梦中都要梦见他们，真正的有时候就说不清楚，就梦见哪只老虎了，哎，巴顿或者哎美女，哎，我们那个取的有名字，哎，就觉得哪一只最乖呀，哎哎，我们就时常的记住他们，嗯。管家说，除了大老虎，这里还有金丝猴、丹顶鹤等50多种国家珍稀保护野生动物400多只，驯养繁育、品种改良，养它们花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为了种群的繁衍，大家再苦也值得。为什么受伤了？打架，哎，追逐。白正火，白正火，好些了，好些了，嗯，那将来就不影响它那个走啊、飞啊什么的，不影响，不影响，哎，那肯定治好了嘛，哎，一个礼拜就好了，医治好每一只动物，哎，是我们的职责，嗯，是的，是的，嗯嗯，就说看到他们受伤，你心里也挺难受，那肯定嘛，是不是？因为那个动物受伤，它也恼火，因为它也不会讲话，所以只有我们人为的来进行给它对症治疗，哎。铜陵紧邻长江、黄山和九华山，依山傍水，草木葱茏，自然人文景观丰富，休闲农业多元发展，所以生态养殖、乡野情趣成了这儿最大的特色。在丰收的稻田里来一场欢乐大聚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不得不看的稀奇事儿四，酷酷田园风，灵感稻田宴。哎，这不是一只大蜻蜓吗？不过它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造型，金属光泽前卫而独特，榫卯式的镶嵌，多种机械元素的结合，上千个零件的拼插，使得平和的稻田多了一份酷炫。也许正是这黎桥村金灿灿的稻穗乡间野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他们抒发着激情与灵感，思绪与稻浪齐飞，音乐与佳酿共赏，热烈盛大的稻田宴上再吃一碗米饭，不管是艺术家、乐手还是村妇孩子，都陶醉在丰收的喜悦中。借助艺术家的这个创意，借助一些文化人的一些好的这种方法、方式、方法，包括技能，先把这个氛围土壤培养起来，在他们原本平淡的生活当中增加一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啊，或者是他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冲击，观念上的冲击、感受上的冲击啊，让他原来本地出去的年轻人甚至周边的年轻人到这里来不断地去加入，让这个村子更加的美、更加漂亮、更加有品味，更加的这个有很高的美学趣味，然后又有不断的有意思的内容发生，那么我相信它就会变成大家愿意来的地方。艺术源于生活，源于民间，艺术用它独特的魅力为朴实的乡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田园是艺术的画布，艺术是田园的画笔。这次做客义安的农场，有没有感受到灵动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个千年古县里蕴含着不一样的味道，一碗手工饸饹面让归乡的游子找到了记忆中的味道。这才是家乡味。豆腐菜里包含着儿子对父母的情谊，替父母分担一点。大块的熟牛肉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这块肉是牛身上最好的一个部位。转圈揉面，天冷了制作，手工红薯粉条还有什么门道？
百岁老人的生日宴都有什么菜。下期乡土走进河南夹县，带您品美食，感悟家乡味儿。